啊，像这种 T 恤，我们真的卖了很多件，就会有很多款式。然后我们这种免费的啊，这就必备啊，夏天必备啊，每年都有。对啊，后面的话它是什么样子？我觉得可以穿一些这种免费的，会比较凉。然后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，大家最爱来我店里找这种。对，里面穿个比基尼什么都可刚好的，就是你要找到长度可以盖屁股的啊，有些会稍微短一点嘛，这种长度是最标准的，里面就直接搭个短裤，然后或是你想要穿那个马裤也可以，或是牛仔内搭裤啊都可以穿。然后它这个是粉跟白，它其实就是简单的英文字，就是它的我觉得造型英文蛮好看的，就是还蛮有水准的，简简单单的，然后正常穿就是小 V 的，你也可以斜肩穿，然后或是拉个一字都可以。那因为它是超轻肤那种哦，所以它穿起来就是凉感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想要凉感的 T 的话，这件可能就不适合，因为它穿起来就是超舒服的那种。好，然后长度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白色哦，我要换粉色。好换。对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其实算薄料，可是我里面穿黑裤哦，你看很不透吧？它算很不透的那个 T 恤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粉色的。没。好看，有没有别种粉啊？就是这种粉啊。这个我觉得人人可以驾驭哦，这到 L 号、XL 穿应该也可以吧 ？OK， 它都可以，它是整个弹力的。S 到 XL 都能穿啊。它的那个领口超美的，就是它，我觉得开的好看，然后也不会掉，有没有 ？T 恤最看的话就是它的领型，然后长度，然后跟它的这个英文字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做一个低调美背的感觉。很适合，这穿起来都好显白哦，粉跟白色嘛，然后屁股都是，这是紫色的小香风墨镜。好了，这一款编号一，美背T编号21号，21，白色跟粉色哦。